正不会打球，从正不会打球，不会运动。要开始第几节？昨天按摩的。第二号，我们第几节可以再按摩？啊，面包啊，飞机底下看飞机。问了吗？哎、啊，问了你爸爸吗？第几节在亮度的？啊，是讲一两一挂银幕啊，拢无。嗯。这亮度可能是最重要的。看清楚，看清楚，这是亮光哦。我们不能啊，就是我把个电池拔开电刀。我们是直接拔开电刀。啊，无差呢。对啊，那电池是旧。大道之训练，天下为公。先贤遇难，将心守护。人不知天高，莫负小人之心。是道有所终，壮有所由，忧有所长。万花不渡，悲天人皆有说呀。大道之训练，天下为公。先贤遇难，将心守护。接下来要为我们带来的曲。